讲到前前年，台电电传时的慈悲，那各位讲时各位前年爱姑，分享福有安的机会，幸好好容易。但是幸好，什么牛电传时的慈悲，我幸好去三主府的学习班，好学习，啊，好好讲啦，啊，所以讲。 讲了无好，讲了无疫情处的地方，因为过去无限，啊，根本去生平按时比安尼天气安好，过去也未来嘛，唔会，哈啊，在天时的三分，尤其我休的时间，哈，我休的时间，种种就。 到平常时的情形无同样，而种两时节了哈，是非不明，人老人是非不明，啊，有时真呢，有时假，假假真真，本来呢，想唔通，啊，想唔出来，啊，有个人呢，喜欢整理整理整全。 整尸全部有啊啊！但是安尼欢迎呐，一般人各位成员，目睹一大块，遇到哪个神会神欢嘛啊？嘿，啊就会穿钱，哈啊穿钱穿油嘞。 就会整哪个，整第一名，系嘛？咱有一句话讲，叫我第一名，有冇？安尼人就会整安尼，安尼一丝丝的，诶诶诶东西，啊，无去想太远的，啊，所以讲一生当中。 将安尼原来的流浪来反思跟冲浪，无办法，轻下信心，好好好去修养安尼的心。啊，所以讲，既虽然讲拥有众多众多的钱财名利，但是各位亲人，等到会涨价的，你还是觉得以为赢嘛？ 各位成员，有看过安尼人会转界的时间，迄面上马街嘛？有看过吗？一定会动紧张、动惊，叫马街行到体育区，人人想要冲天堂，但是偏偏所做所想所行的全部无合理，无合理行的地方往哪里去？ 去江边去借书，十天杨军的审判，哈啊！各位成员，动员福气，哈、啊，因为研究在两个地方，两个不同地位，啊来，一年当中来请人比办，哈啊，研究安尼不管。 风，较大，落水较大，较冷，睇起来信心就唔会变，错冇？所以讲，各位成员，当民国34年，台头在台湾，富川渔队，到六千年。 84年，神托总共有几年？54，84有几年？50年，50年中间，差不多连台湾的有缘的人，哈、哦，差不多全部救了脱了，啊、哦。
啊，除了他，各位成员，哎呢，台湾很多人，但是各位成员有看到，每摆来上课，来参加研究班呢，有一多人，关键来某一多，哈、啊，但是哎，想要受他点解，较少，系嘛？啊，所以讲各位成员，哎呢就会。培养时代的天使，培养期的天盘全部结束了。好，恋爱时节就会培养的天盘正式开始。好啊，有生于第八宫，生天不留一佛祖啊，西方不留一菩萨啊，全部都那位去的，他都人世间大宝出脱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可能研究是研究的中天下来的一粒星，一个显佛某一天，哈、啊。但是呢，既然来到人世间身为人呐，就会做人的事情，系嘛？啊，将人的念头来做好，哈、啊。啊，但是呢。哎，你为做人有安尼简单冇？冇简单，哈！因为很多人世间会遇到众多的困难，系嘛？哎，遇到众多很上多的事情，但是哎，会去面对佮，还会逃避佮。他好，要去面对他吗？还是要逃避他比较好？面对的，因为各位前天，俺遇到马街的经，全部会提升俺的地位。上天按时给本俺的每一摆的机会，去面对俺的经的世界。各位前天，如果俺莫好好在修行用功夫，各位前天有办法去用不完的经吗？没办法，所以俺就会像兰花同样，兰花伊长在层山底背，各位前天，俺呢平常是俺呢来种花。好、哦，因为食品，好、哦、照顾啊水，哈、哦，但成山里边的话，有你去按摩，哦，有你去照顾的嘛，哦，但是你哈快出来滑，非常嘛，当场，因为佮你要给以质感为讲质感。精神发挥出来，好、哦、啊！天意嘞，君子尽力修业障，不应困强于败者。你要可以讲，以前孔老夫子在九流那个的世界了哈、哦，有遇到众多的困难嘛？像陈蔡这里哦，啊，小鸡谈。花坛小鸡，好，等多的困难，像暗号声音，各位前员还有等多人，无希望伊继续安尼去传托，好，再过来，啊，你啊。世界有机会本人的修行，啊，就希望讲，自家能够突破人的马界想法、执着的想法，哈、啊，还有呢，自家贪心妄求，哈、啊，好好去进修修炼。各位前辈，自家有一个不同嘛。
很在你爱个有形的佛陀，每三人身心中有一个无形的佛陀啊，唔止各位前人有丝丝念念啊，好好来礼拜人的心中的佛陀嘛，有每人。在这个自信不同的会礼拜吗？喝头吗？有吗？会做吗？嗯，有一个不同，不管嗯，很多那位就可以修很多那位太家的嘛，哈啊，地就当好哈，啊，所以讲嗯，有两个不同。人家在那边修修行，哈，能够做很你不爱做的事情，哈，能够去吃很你不爱吃的苦，啊，去行很你不爱行的路，哈，啊，人遇到困难，人会去笑，遇到装嘛，人会去遇到安尼的事情，哈，啊来解决。两个问题，所以讲虽然讲，会经过千磨万炼，但是各位前缘，能够不离开，呢心跳上的信心，哈，不好好来数，呢五常之德，啊，就可以坚持安尼行了一条修行的路，哈。发挥时准上上老人的慈悲，命理好修通，力量真靠靠不到，靠不动靠不到。人的修通，如果对真理无意的理解了解，人的行路就会充满个宽多余，行到病狂上。会危险吗？危险吗？都危险。啊，所以讲，呢，理念如果懂正确，多多嘛个事情，就会用呢智慧去化解、去解决这一个事情。双双流经你以前，双双老人呢鼓励的一句话，呢。修道人的理念正确，观念的清楚，有安尼来讲吗？有。所以讲，会了解讲，上天按慈悲哈，哈，就怕嘞。来人情靠样比，真理哈，啊，奉母熏子十熏礼，十个礼位，就有懂清楚老人来讲。有枕头，有枕头，坚固之理。松田光托本人呢，一天对人呢当慈悲，一天对光托靠本人呢，因为光靠会考验人的人对他有信心嘛？哈，各位成员有安尼人嘛？跟随偏人受托有安尼人嘛？反正爱去树托的托场嘛，哈、啊，听人行爱就行，听人修行爱就修行，啊，讲树托啊爱无时间，啊，行托还一点点，但是遇到考验的时间，一下就无办法应付嘞，无办法应付，你就会用板子。人们就离开托场了，啊，所以讲托场整形失恋的人，前边越来越少，有安尼感觉吗？啊，因为受家乡呢，总有一日你就会离开，哈、啊，千古不变的道理，哈、啊，靠的就是充裕的。按金
按有自己啊，要不做不生气，此话不敢。各位先生，要诶，慢掉慢磨的时间，嘿，一块一堆嘛个石头，唔系要诶，哈、啊，但是要诶来经过磨练，哈、啊，伊会经过磨练时间。你身体也是会痛哦，好，但是你哈，你唔来，哈，唔会叫，哈，啊，健康人来老是掉气去了，哈，就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，哈，真正的黄金需要经过调、大或炼，才有办法现出。黄金按将大家当喜欢的东西，哈、啊，啊，再过来，哎，一条树诶，哈、啊，会做有用的东西，会做门窗，哈、啊，安尼不做也好，各位先生，如果伫个旁边的。救济啊，哈！冇去来气体，各位亲戚，几位上流，上流做起来东西会讲吗？就唔会讲，哈！技术的唔会吃，唔会动过，哈！啊，所以讲，喂，气太流啊，气体啊就会做好。好、哦，分去做，赞，好，赞，嘿，你也可以睇到，安尼，面啊，睇起来就唔会有面相，哈、哦，虽然讲用面来相比，噶，同样，哈、哦，面如果冇经过那边，冇经过磨练，冇判断。去承担动作的事情哈，输他的打的输什么注意好法，因为经过动作的考验磨练哈，因为有修道的人就有智慧，就解决安尼事情哈。有一句话讲，贫寒出好字，哈，官乱出肿瘤，哈、啊！在贫寒的家庭里边，俺们常常看到动偏好的子孙，哈、啊！啊，悠闲的时间，各位成员，俺看世界上，看俺们台湾，动多的事业家，动多的有钱人，皆。自损，嘿，没动刀。但是嘞，电脑录音机一开空以后，第一有先松床的黑马街，整拆散，嘿嘛，无人去讲，为孝顺，即个爷娘，哈、啊，为。尊重这个爷娘的资源去行，没人安尼讲，但是大家就真财散，哈啊，国家乱，真正的忠臣就会出来帮忙，哈啊，奸臣啊，那个国家乱的，哎，还有时间去插旗呀，就离开了，哈啊，所以讲。错的会上到东墙，因为经过动作的风吹雨打，哈、啊，双双安尼滚风安尼吹啊，落太水安尼打，哈、啊，但是佮很黑安尼动硬，安尼坚强，哈，唔会输硬弱，哈、啊。
啊，所以讲，哎，眼神他是无经过考验，就无办法见到你系啥人，系真实的，还是安尼假意的？好，好，接着，马该系靠靠油、靠血、靠烟、靠某的意思，靠站。靠线三球，松田加 N A 音，诗问重重引眼来靠烟人的洗头女，现在微凉现身拜天，重振田盘，派用的田盘，你还使得快事，嗯，微线三千六百升，七万八千。七万八千元啊，所以讲，嗯，松田呢，你还要各位各位成员，嗯，每三年就有机会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因为整形失恋，寒光烈烈，哈，啊，有安尼条件的受托人就有资格。哦，参与，好，对，过来。考验有遇到，内考、外考、体考、体考、身考、业考、电脑考、多重考。内考有哪解嘞？家庭不和啦，哈、哦、啊，嗯，有些人哈、哦、发偏啊就。动久就唔会好，啊，还有咧，嫉妒心动多啦，哈、啊，骄傲心、姿态心，动起来，迄全部系内靠，靠自家，好、啊，外靠咧，在人哋拖床底背，人前天老人咧讲一下，人哋就。冇办法输到季节，好啊，最后同桌的手托的同弟姊妹，做唔得，老人呢讲一句较长的话，人呢就受不了，好，另外靠，好，依靠呢，各位成员，人呢人哈，嗯，输了。安尼冤枉，哈啊，许多骗人的一句话的刺激，人就会看，啊，无名火就会起来，哈啊，所以就像松松老人讲的呀，哈，一把无名火烧烧天，动刀动刀攻敌人，哈，就会安尼意思，哈，依靠呢。就会起底自身啦、啊，啊，无缘无故的，即个诶，家庭就起了变化，哈、啊。天师一天五顺靠各位成员，有时间会碰到，啊，顺唔好吗？安尼受托受到动顺，安尼唔好吗？各位成员，动安尼。动顺的时节，人呢又看到人的心又离开，人的心就松嘛。最重要在哪里？哈，人呢，太家了解讲用三宝来修持，时时保持了解心的清净。但是，人又如果我常常去做，啊啊。有想到安尼怎样做，怎样做，啊，无想到就唔对咧。各位前面，安尼无想到的时节，心一天在外边，马该做马该，爬爬做，系嘛？啊，爬爬做的心，会做善事，还会做恶事咧。各位前员，想一下，做善事还是做恶事？
但是偏偏安尼想，想不会想，即个哩，系嘛？嗯，爱孙仔忙穿咯，爱钱忙穿咯，好，种种全部为到即个哩，啊，为到即个哩，各位先生，安尼愉快心情，好，莫去数五爽之地，各位先生，安尼就会注意哦。好，还有一靠许多骗人的诽谤，许多骗人的误解，哈、哦、啊，反复的培养，因为犯违法犯罪，政府的会作因的啊，哈、哦，但是因如果遵守因的戒律，各位成员，法律有因的判罚吗？无啊，哈、啊，像就好上上，就好就引入自查，就会按视察，按莫去违反法律的规范，所以说按视察不是人呢，不是属到一种的罚单。好，各位请一遍。如果准数据，就可以节省动作的马街钱。好，啊，所以说唔好去怪政府，唔好去怪骗人。好好的幻想安尼即个。好，还有咧，电脑课。好。因为手套为了巧成料事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团灭因果，但是因办很多安尼的事件，各位前面个人的根基、缘分、缘天全部无重要啊，所以因呢每三年每个家庭所遇到的全部无重要哈。托重卡，哎，安尼受托人，如果各位前，安尼要注意哦。安尼所讲的话，老安尼做出去的会合意。如果安尼所讲的，老做的无通用的时间，安尼就会受到当多的考验、摩擦。各位成员，越靠念越爱多。靠念的目的，去分辨，因那些真心修行，含那假意的，哈、啊，天意的化变心，因那人动作要实现，起真。各位成员，因那遇到靠念的时间。就可以了解，安尼用安尼天心去处理，还尼用人心、习性去处理。第三，小圆圆，众生啊，为何很念众生？因为安尼念，哈、啊，圆圆在类似的圆圆在，懂得系嘛？从山岸的高，海岸的沉，哈、啊，但是嘞。各位前面，因呢，接受一拜的考验，因呢就会了一拜的营业债。各位前面，因为了解了一层的关系，因呢一拜又一拜一次了，因呢营业出营业债。各位前面。因的眼圈越来越小还是越大？越小。好，啊，所以讲，因就会努力去接受松田本人的考验，好啊。啊，唔好言谈，哈。其实咧，整天咧，因遇到考验。如果因的推脱无信心，啊，信心会停滞无，
一项就本你靠倒咧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你爱实现。如果安尼有动有信心，你怎来修就有安尼听力，听快智慧，一拜有一拜的靠念磨练，哈、哦，就会一拜有一拜将安尼吃两滴两年。安尼一次老底快发出来，吼、哦！以前按用人心的时间，安尼智慧就老底缩起来，方便，哎嘛，有嘛？安尼用人心用事的时间，嘿，那智慧老底用皮相老底缩起来，便。但是嘞，各位亲人，你爱实践，安尼遇到事情，哎嘛该。将智慧老去开发出来，开发出来，嗯，遇到事情就有智慧去解决。听了听品言，嗯，你了可以讲，怕用的天盘已经开始，全靠人缘来定，嗯，你神还你讲，哈啊，选生双田的选生。拜耶，好，再见。安尼以上可以看到哈，松田诶，靠下面松田在陈选安尼受托伊，受托诶五种诶敌，去为敌敌靠哈，诶，你也可以讲松田。公托公靠为了马该东西，为了马该事情，必靠就会安尼面对律师的莫言蛮，哈啊，第二是张威接书，较比偏远较多一些的会考验，哈，嗯，每三年就会有安尼心理准备。去靠修托的过程，明理当中央，哈、哦、啊可以片面修人情托，哈、哦、修人情托无了事啊，因为安尼对人修，啊你爱啥人，如果唔修咧，人就去了，前途就去咧，哈、哦、啊所以讲，因为明理。你真理来修，时时在心头上用功夫，然后去纯阳一个好的智慧、妙的智慧出来，嗯，遇到某个事情就没问题啊，哈。其实依靠修托人在神修以前，就会面对众多的、众多的万的考验，哈，嗯，就会动起心。感恩上天恩慈悲，就安尼机会分恩呢，接受磨练，唔好看上天慈，说唔好看上天无慈悲啊！各位亲人，安尼在家庭里边遇到某个事情，安尼提就起感恩的心啊！感恩上天恩慈悲，宽得起眼。有办法去接受安尼的考验，所以讲对这个会有信心嘛？对他一定会有信心，怎会被批？哎，被考到哈？发考嘞，考验所考就会身心上的磨圆满，哈啊！如果安尼有智慧去面对安尼的考验。就会在提升安尼一个，好在不停。靠魔杖，全部会隐形做法的战神，哈、啊，靠有下旨意，哈啊，安尼用内劲所出的吹劲，啊来成为魔杖，啊，等到一面神速以后，就裂开。诶，语言就出来了，
好，魔杖有魔杖团娘要来破坏之灵衣。好，第一在住鸟，哎呢，希望你渗透一个种阻碍的力量，啊，可以分为烦恼魔、五蕴魔、四魔、天魔。但是哎呢，不要给靠有松天分哎呢，但是魔从来未去的。哎，那行条，行气啊，再过来。第一，为何枕头含有枕靠？第一，枕头枕靠让人的枕形。哎，那手托面，如果有人到，让人来讲，手了好嘛？有嘛？头上有青烟，老人的靠，老人的养树嘛。摸啊，哈，这样是麻摸老人的养树。但是哎，人家这个养树，人家这个嘛，人家面对靠养，如果靠唔到，哇，他死未啊？系嘛？人家会心情用真心。就可以去面对安尼，种种的考验，考验咧松田本安尼神坛神坛的中阴，其实你会有讲，哈、哦，田里将太阴本安尼阴的时间，第一就会苦，本气苦，苦气性之，哈、哦，本气安尼做嘛该事情哈，就会唔顺利，咧松田。按骨呢呢哈，落去筋骨会锻炼人呢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五气体服哈。第二呢，安尼五道同于四个时阵的时间，安尼含有一口气，含为受托，安尼就成了，系嘛？啊，狂快起神，会强调一个神，神体形所向的，唔是双田本人的全部变化的时间，人的形就狂，就可以接受双田本人的智慧，双田本人的诶。好的东西，真的东西，安尼个谈落去，就从过以前来到了位，家人必办，但是安尼认真去谈，懂得道理，过以前也，只要谈一句话，下去好好去做，就懂好了，系嘛？嗯。所以讲。中天位本人的神的聪明，第三考验的松田慈悲神权，松田位考验的人呢，有宽人呢看得起，宽得起人呢，哈，宽不起人呢，其哈感受唔到。好，所以讲，人诶，遇到动作诶考验，人诶存感恩的心，多请领导人诶讲，要惜人诶福气哦。哈，种田诶考验，唔是灾难，是人诶福气，人诶去接受人诶福气，接受人诶一面，多一些天，人诶。伊讲接触安尼一面的世界，刚刚讲啊，还有动作，做唔错的地方，安尼就会做马家的安慰，会忏悔，系嘛？幻想，哈啊，忏悔，安尼即个做唔错，幻想安尼即个做唔错，以后就唔好再犯啊。其实咧，心不平就会有靠，有靠，哈、啊。佛经里边有讲，哎呢，
你要装装满，不会小事，啊，因为人的心中有怨贪、怨恨、不平、不满，有不平不满的心，考验就会显出在人的神法之中，啊，再过来。我晓得修修行如何面对考验，啊，去脱在神中扎根，啊，落前缘为神脱之前，一直搞呆，啊，两个死团，台湾的众生求脱也差不多了，但是过来，人呢求了脱。对他有信心，就会行修他的路啊。有求了他，不表示因为没事情。各位前面，因为累死累劫，冲下动刀动刀的，吹烟，因为去修消消吗？要去消自己的罪业吗？对吗？所以说人家自己做，自己去承担，不要怨叹，对吗？啊，天意用于面对承担，啊，人家只要一点的真心付出，不是去比较，不是去计较，啊，提升顺天出纯干门，人家在读书的时间过一千年。除了行俗顺说术以外，啊，最重要是是纯干满的心，啊，对每摆的困境，每摆的磨练，因会纯向上天干满，向人干满，向师干满，啊，其实要变出忏悔，啊，因会真心的忏悔。松田绝对会原谅恩的，啊，听莫晓得智慧太高，发挥转念，恩的转念可以让一切恶言、魔惑言转为善因言，啊，啊，因理实修，恩实修，啊，莫晓得了，啊。只有安尼每三年，你爱一个真心的灵魂，才可以知自家救自家，还可以救别人。好，再谢先生。根本因有安尼机会，那各位前缘结了安尼缘，啊啊，然后修道也无依旧，啊。可能对于他，莫安臣啊，各位先生，可能比小学求他还久啊，唐托里也唐多多啊，啊，小学就多点位就加，安呢老师的识别的观。老高以前胸膛年龄可以用于面对困境，占有成功机会。好，安尼有对他有信心，安尼去面对重大重大的困境，要行吗？要行吗？唔会有信心，高以前就有成功机会。天在下每一摆可以承受这个考验，考验一摆，将人的无圆满的事情，然后给去掉，啊，去除，好啊，一摆又一摆，磨刀冲玉的冲红金，按讲话，各位请听。做人如果动愿望，就成功了。啊，
平常发挥接受体面的指点，老天爷，各位亲爱的，因为这面试见，哈、哦、啊，可能有当多的机会，因为无上到暗道，哈、哦，对脱离无认识暗道，啊，骗人有唔错的地方骗人的，然后因为指点，因为从感恩之心的接受，哈、哦，用原谅欢喜的心去接纳。建立一个完美的人格，啊，修好上半日就用安尼念一个以前模考的课题，来各位亲人共同来勉励啊，因为遇到某个事情，好好用因的智慧去化解，好吗？好。好，上半日修好就诚诚实实。讲到了位，阿公唔错的地方，请不下水；阿公无野蛮的地方，请翘首供职，然后就好补偿。感谢各位亲爷，谢谢。